吃补肾的食物呢，我们一般提倡就吃坚果，坚果不是水果啊。坚果呢，就是历来被认为呢，它能够入肾，补人的精，而且它偏温。吃坚果有个讲究，一定要熟了吃。生吃坚果容易拉肚子，啊，就是里面那个油脂啊，你就消化不了的，啊。另外呢，吃坚果要烤着吃，烤着吃，煮着吃，一定要把它那个坚果上面那个皮剥掉。